邀请到的是鸿海科技集团中央人资资深专理郑奇峰专理。鸿海科技集团荣获2023年幸福企业金奖，一向以诚对待员工，透过充实安定员工生活的福利制度及良好的教育训练制度，与员工建立互信互赖的良好关系，并提供安全及健康的饮食服务，全方位照顾员工健康，同时鼓励员工生育，补助生养育津贴，针对怀孕女性员工再提供交通补助和孕妇礼遇等照护措施，照顾员工提供丰富福利，一直是鸿海不变的坚持，荣获金奖，实至名归。